我是红队啊，我真的不是内鬼，我真的不是卧底。别这么快就在那儿猜这些好吧，有比赛还没开始，九点钟开始，八点半我们就进语音了，有点紧张啊，打爆对面。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，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，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，只凭直觉你就像我在被子的舒服，却又像风捉摸不住，像手腕上散发的香水味，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。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，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，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，只凭直觉你像我在被子里的舒服，却又像风触摸不住，像手腕上散发的香水味，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。哦，对了，我没戴隐形眼镜，我就是怎么眼睛有点小啊。我是红队，九点钟开始。